气候大旱，城市秩序遭到破坏，人类回到部落时代。在经过科技变态式发展和环境自毁式破坏之后，人类数量急剧减少，繁衍后代成为最大问题。身体健康的母体稀缺，所有部落势力都在高额悬赏处女。特别是以独眼龙为首的石油城势力，肥膘的矿石城势力，长毛的飞车帮势力，以及来自沿海岛国的桃花兄弟势力最为突出。除此之外，赏金猎人成为新的职业人群。而其中最出名的一位是他，布恩。你又试探我。不错，今天反应不错，有奖励。谢谢老头。今天集上有没有什么稀奇事儿啊？没什么。飞车贼，满城都在找处女。土匪，还想找处女，让他们都断后才好呢。不许瞎说。好吧，尝尝我给你做的烤肉。好。烤肉来喽，尝一尝，尝尝，不错，哈哈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听说是最后一代，没想到还有成色这么新的。小心点儿，千万不能暴露了。知道，咱们都搬来两年了，也没人发现我是个女儿身，不能出门，我上派派看看我老同学还好吗？派派是什么？派派是一款特别流行的熟人互虐 APP， 可以恶搞微信好友，之前我们同学都在玩。哦耶，乖乖给我刷马桶吧。还是少出门的好。知道。
要买就买，不买别动。这个买多少钱？大哥，给点吧，大哥。大哥，给点钱吧，大哥。滚！大哥，给点钱吧，大哥。滚！大哥，你好人呐，大哥。滚！大哥，给点钱吧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好人都去哪了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看我的还没卖出去呢。大哥，大哥，送给你了，送给你了。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女人，女人。起来。老实点。哎，大哥，是个女的。老实点，别乱动。别乱动。找死啊你！招聘处女，不对，是木，招募处女。你笑什么？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现在这地面上连个女的都不好找，你还要找处的啊？你还要女的给你送上门来？大哥，你这不是在做梦吧？现在的女人呢，都集中在这里。好，就她了。发财喽！我的马桶刷干净了吗？有处女消息可以提供吗？没有。滚蛋，忙着。哥们儿，下着大雨，
你忙啥？夏雨可以洗澡了。兄弟啊，渴了，弄口水喝呗。小伙子，以前没见过你。你多大？28。28，秀气啊，长得有点像姑娘。哎，哎，哈哈，好久。拿着，赶紧走吧。
以后不要在这个周边出现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在这地面上也混很久了，不过我流浪汉也是一个讲信用的人。白激动，白激动，白激动。老头儿，他只是个路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跟别人说话，你现在是哑巴。知道了。我去北边看看那个喝水污染的情况，再弄点水回来。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练啊。拿着。记住，处处要小心。嗯。大哥，我的车队你也敢拦？不不不不 不, 不, 不，大哥大哥，不敢不敢。买卖，买卖啊，大哥。就你那熊样，你能有什么买卖？不，女人，女人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想卖给你一个送不了的消息。老子的钱你也敢？不不。找死啊你！哎，快说！大哥，大哥，我说，大哥，你别激动啊！在河边的西北角有个集装箱，是后搬来的。我怀疑那个年轻人呢，是个女的，女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大哥。你他妈怎么知道的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弟兄们。女人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要是敢骗我，你知道后果。不敢，我要是敢骗你，你还能找到我，到时你再杀我也不迟嘛，对吧？你还告诉别人了吗？没，就告诉你一个。弟兄们，上车！大哥，赚到钱了，别忘了我那一份了。喂，一群土匪，你以为爷子傻呀？城主，哎，城主快点儿，要输了！哎呀，
让我来。就别挑，别挑。程程，你不行，都要行的。你这牛，谁要死了？程程，我错了。哎呦，俺这个谁呀？这手机网络也太次了吧？是啊。这玩个手机游戏都得给卡死啊！哎，哎，夫人，你那怎么有信号呢？他怎么知道啊？你忘啦？试试安装迅游手游加速器啊！赢了赢了赢了。哎，夫人，你别说啊，这个迅游器啊还真好使，你果然聪明。那是当然，现在手机数量越来越少，信号塔也越来越少，玩网络游戏可是个奢侈娱乐。对呀，对呀，只有我们城主能够享受这些。就是梅后，谁让你们说话的？再说话把你们卖了。美后，我们错了。轻点儿。那么多美女呢。快。城主，就是这个流浪汉撒娇，他知道处女的消息啊。沙强，嘿嘿，你怎么就知道那是处女呢？我流浪汉活了半辈子了，女人没少见，处女我也见过啊。我能看出来。你卖多少？我要一座城，再加上这两个市。要真是处女啊，给你。哼，城主。你要是抓回来的，能给城主留个号，还就可以。要是不能留后，别说成和侍女了，我还会杀了你。对。呀，博文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博文，你可是这个地界的最好的赏金猎手。俺虽然独眼龙啊，在这个北方是个首富，可俺没有后啊。只要你能把那个处女给俺抓回来，俺也给你一座城。这消息你还卖给过谁啊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？飞车帮，还有矿之城的人。不过呢，我没有跟他们说实话，方位不对，够他们早几天的了。他们不靠谱啊，就算我跟他们说实话，他们也不会给我兑现的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备车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去，人多容易暴露。波恩果真是人英俊武艺高，我们等你好消息。你轻点儿。
哎哎，美女给我留着啊，美女留着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我也是石油神和你的贵人呢。再说了，我也算是你的衣食父母啊，你能不能对我客气一点？哎，你干嘛？哎哎，你把我干嘛你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把我干什么？我这这，我跟你说话呢啊？你是哑巴还是聋子？啊！别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啊！没有我，你去哪里找亲家啊？没有我，谁给你赏金呢？王翔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！我要像你那么年轻，我就自己把处女给弄回来了，自己做石油城城主。傻子。怎么走？哼，现在知道情况，刚才干嘛去了？啊？那边。交出来，我们哥几个可以让你晚点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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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下车逮处女去，走。
老头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太粗鲁了，他们太粗鲁了，吓死宝宝了。我要杀了你！醋女妞是被人救走了，瞧飞帮也被人揍的样子。死胖子，你说谁呢？谁他妈被揍了？我说的就是谁！你找死你！有本事你把醋女妞追回来，追呀！追就追，我怕谁？等等，雷彪，你们矿石城跟我们飞车帮平时都没有任何瓜葛，我们要是打起来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们商量一下，你把处女妞给我追回来，老子跟你一块分享。锁定了。是什么人？重要吗？你们害死我父亲，都是我的仇人。至少你现在还活着。蛮贼，
随你怎么说。跑不了了吧，北彪？那小子搞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那妞就在车上呢。二一天作五，一人一宿。
心！啊！幸亏我走后边啊，要不然死得老惨了。黑娇，别他妈说风凉话，炸死的可是我兄弟。滚！看老子怎么弄死！小马，不问鬼你，妞跪我，怎么样？想合作就拿出点诚意了。啊！弟兄们，给苍毛兄弟拿点吃的。伯恩这个兔崽子，开始搬救兵了。雷彪，你有什么计划没？早就听说伯恩那小子有两下。先把路修好了，今天在这扎营。扎营？你不怕他们跑了？前面是山，
此路往哪儿跑？怎么样？献你一回，弟兄们，扎营。你还玩游戏？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会呢。现在信号差，游戏也玩的少了。以前装个虚有手游加速器，在哪儿玩游戏都不卡不掉线。听说城南发现了处女，不可能，现在还有处女？谁提供消息？我送大跑车。动感光波 biu biu biu， 消灭你们这群地球人！我这好像有消息，我要撤。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玩派派？以前最火爆的社交软件，无聊的时候上派派，总会有一群朋友陪着你。你叫什么？伯恩。你就是那个出名的赏金猎手波恩，我是麦克，我也在这个吧里。那又怎样？你要把我带回去，献给谁？石油城主。那个瞎老头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处女？验过了，是。你碰过女人吗？没有。发生灾难的时候，你应该跟我一样大，还不懂事。我不需要懂。我不想把处女之身献给那个老头子。你想让我杀了你？我宁愿给你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赏金猎人，拿钱办事。奴才。伯恩，外面消息说你把女人给带走了，石油城的人现在在追杀你呢，你可把我给害惨了，我先逃了。走。
是不是疯了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都特别开枪。爸，你他妈像个妈。让飞镖呀飞镖，我看你就是傻镖，你没看见他打信号弹吗？肯定是石油城的人把他劫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是你啊，小妹妹！闭嘴，开车。这小妹妹，咱们去哪儿啊？跟我回去找波恩。波恩，我靠！就是因为他，我才跑路的，我才不去救他呢。少废话，开车。我啊，去。出嘛事儿了？这是，去看。淑女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严。少装孙子，把人给我交出来！就住这儿。不是这个事儿啊。娘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你们都动动脑子，好好想一想。处女娘，我们还想找呢。肯定是背着兔崽子，送给石油城的老狐狸。对对对。不，你他妈也太吹牛逼了吧！你比游戏加速器都快，你是不是把处女送到石油宗主那去了？不，他给你多少钱？
啊？飞镖，想啥呢？追呀！不，你等我。他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200。我出400。人留下，你们一边去。一边去。你瞅啥？瞅啥？老子喝死你！再瞅一下试试。试试。是你就是你！我日你妈！再说一遍！是你就是你！你再说一遍！是你就是你！妈了个逼！再说一遍！是你就是你！傻逼！管我子！在下赵日天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那么想睡我？哼！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献情了？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前有蛮贼，后有追兵的，怎么着都得死。生死有命。是我害了你们。你救了我，这是平安。我呢？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也算个半路英雄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谢谢你。哼，小妹妹，你刚才够猛的呀！啊，现在花木兰，哎，到底是不是处女？哎，别！八成不是。你干嘛？我要为我父亲报仇。跨水城这么多弟兄，让个娘们给炸了！靠！难道我们中间有叛徒？是你吧？给我等！俺不仅给你们石油，俺再给你们两个钻井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不是冻死吗？
Thank you.